闹得全马沸沸扬扬的云书茂首席传销商赖彩云，如今已是拿督司理，他获得彭恩州苏丹阿莫夏册封这个头衔。云书茂面子书今天贴出赖彩云受封时的照片，还有受封的感言：感恩认识云书茂的那一刹那，我的人生起了化学作用，从开始的无所适从，直到视频的渲染，老大的感化，金钱的开路，神奇的把人生扭转了，老大的大爱精神，以及五星系统的威力，真的不只是金钱跟精神的双重给予，那高调的作风跟得到了不同的回响。今天很感动，因为云书茂，因为老大，所以不只找到了生命的价值，更得到了国家社会的认可，获得国家颁发拿督司理的荣衔，感恩、感动、感触。不知道这个消息会不会引起另一场风波呢？